第一次住，第二次了。那现在是这样子，就是自由席嘛，1045，就是没有座位啦，就是有座位就坐，没座位的话就没办法坐了。那个还蛮多人的啦。含羞草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是那个娃娃机的那个？是的，怎么叫人不是？他不是九妹，他是冒牌的九妹。那个我有 YouTube， 那你今天要去哪里？我要去，你是在露营吗？对，我要去高雄。高雄，我要去嘉义。哦，你要去嘉义？因为我算是你的粉啊，半粉吧，因为半粉，对半粉。我们是嘉义半粉。好吧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只是很兴奋啊。对，很兴奋。都是人，都是人。所以他会叫我们九妹来回。什么人？土豆人吗？我比较喜欢那个你整那个谁，整那个 TT 的那个，啊没有，整那个玛莎拉蒂那个，他比较，老实说比较不亲你，比较不亲你。不会啊，我说他不亲你。外表，只是外表。不要这么说，就是不能太亲你。对啊，有名不有名的才亲民，我跟你讲。两个是我们宣传最不有名的明星。对啊，你们两个是真的是差不好。我看到我们。林正英的那个僵尸。林正英的僵尸不是那个，我确定不是本身僵尸。太好了，我的林正英。完了，死定了。Welcome to Taiwan。啊，嗯。Japanese。甲片，嗨，我忘记你叫什么了。我叫陈小豪。哦，钱小豪，对。厉害厉害。哥，小豪哥。对。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坐高铁。是哈，好好坐。我没有，我坐那个最便宜的，站着的。高铁有站票。就是自由坐啊，就是有座位就坐，没座位就是站起来。就，好像我没坐过站起来的高铁。OK， 这些应该都是 YouTuber， 我今天还蛮幸运的。你线上现在有人在看吗？我没有，我是录影。不是啊，你录了之后，然后有啊，一定有人看。看你订阅的，你的频道有多少？4000而已。